我认真做事的一个人呐，你们任何一次会议我都录音的，为啥我不录啊？这是会议呀，我会议你谁？难道会议是阴谋诡计吗？我们是一个灭共团队，难道我们是一个灭美国的团队啊？我们是灭民主自由的团队？不是啊，我们是灭独裁主义的团队。我们的每次会议都是珍贵的，我都得要录音记录下来的。郭文贵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你对我的误判是什么？你以为我是跟着你要啊贪图财富、贪图名利啊，是吧？不是，我是跟着你是认认真真的认为在做一件民主自由斗士的那个事儿。所以说我对你们每个人说的每句话，我都是认真的，就怕错过重要的东西。所以每次所有的重要的那些会议，我都录音的，郭文贵。哦，你说什么不能成证据？我管它成不成证据，但是里面有关于就美国人民的事，我必须得让世界知道啊，必须得让美国人知道，他们必须有知情权啊，知道吗？我这边还有很多很多规规，我不是来威胁你，我不用威胁你，你不需要被我威胁，知道吗？你不需要被我威胁，因为什么？你所做的一切是自己已经把自己奠定了进监狱的基础，不是说我来威胁你，我威胁你干嘛？我要你钱，我要你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。